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988制作。爸爸，求埋你啊！我唔要住喺度啊！我要翻屋企啊！我迟早得罪你两仔爷，咁就要我还债啊！我要做自己打自己嘅工啊！一齐翻屋企，好，我哋一齐翻屋企。你讲得啱嘅，你冇错，系我哋大人嘅错，累到你要承受后果。猪仔有只小鬼鬼，编剧黄君彦，第四集。猪仔啊，快啲出嚟冲凉食饭啦！猪仔，我煲好热水噶啦。嗱，而家去教水俾你吓，你快啲出嚟啦！肚饿添，咦，件衫好臭啊！啊，嚟啦嚟啦，水教好咗啦，嗱，唔热唔冻，啱啱好，俾件衫我啦。我帮你挂喺门边吓，嗱挂喺度咧就唔会整湿啦。仲有啊，仲有啊，我摆张凳仔喺度，你企上去咧就唔会踩到地下，就唔使惊地下污糟邋遢，同埋冲冲下有曱甴啦，系嘛？啊，咁你小心啊，企上个凳仔度喎，嗱，企稳啊！啲水冻咗咧，你就大声叫我啦吓，我帮你加热水。我喺外边咧炒埋碟送俾你食下。哦，啊，冲完凉啦吓，啊，过嚟啦，过嚟啦，时间啱啱好。嗱，你嘅饭有蒸鸡髀、清炒菜心、荷包蛋，嗱，仲有 A B C 汤，应该啱食啦啩？吓，食鸡啦，食鸡啦！我帮你啊，我帮你啦吓，成只鸡髀你去食啦吓。咁你咧？我有菜啊嘛，嗱，你食啦。啊啊，吃点菜啦。不要。哎呀，小路仔吃点菜才好的。不要啊。好好好好，不要不要，不要就不要啦。同欣薇一样的，小小个就不肯吃菜。不过咧，佢而家肯坐低食饭都好过乜都唔肯食啦。慢慢嚟啦。猪仔啊，夜啦。做完功课好瞓啦吓，八减三八三七六五九八五九一二三，只脚又嚟痛啦，哎呀！咩嚟噶咁臭嘅？臭？你嗰支系咩嚟噶？哦，呢支系跌打走嚟嘅，我只风湿脚又嚟赤赤痛，咪谂住捽下咯。臭啊！哦，阿婆婆唔捽啦吓，唔捽唔捽唔捽，臭到死！哎呀，我知跌打走啊，系猪仔！哎呀，啊，我只脚，
猪仔啊，咩事啊？好热啊！咦？你开门啦吓，婆婆攞厅嘅风扇俾你吓，你等等啊吓。又冻咧。猪仔，婆婆攞咗风扇嚟啦，开门啦，猪仔。婆婆帮你攞入去吓。有啦，系咪好凉呢？哎呀，你睇你啊，成头大汗，成身都湿晒啦。我攞块面巾嚟帮你抹下，件衫都换咗去啦吓。嗱，你等我啊。哎呀，你唔好咁样对住风扇吹啊，好易病噶。你，快啲。除了件衣服，等婆婆帮你抹下身下，换了件衣服去啦，这样舒服一点的，行了，好了，睡吧。间房这么乱，窗口又不开，当然又热又焗了。臭啊。好臭，都是等明天他回了学先。好彩还有张烂老耳。九八八制作，猪仔有只小鬼鬼。喂，妈，猪仔喺你度住成点啊？惯就唔系好惯噶啦，不过咧而家好啲啦。咁学校咧应该问题唔大啊，我以前带佢幼稚园都冇咩扭过计嘅。唔系有咩事啊嘛？第一日翻学，有个同学同家长讲嘢有啲刻薄，睇唔起我哋，仲话猪仔冇爸爸妈妈，猪仔忍唔住就喐手打人咯。咩话？冇事冇事，我哋同老师都及时阻止咗。不过咧，那个家长又向学校投诉猪仔啊。猪仔打人系唔啱。不过他们都是先聊者战咯，咁学校冇讲咩啊？学校摆平咗件事噶啦，不过话你翻嚟咧，需要见一见你。知啦，唉，乡下真系乡下，全部都是山番野蛮人。啊哈！出入我父你个仔啊！都唔知道你有咩菌噶，行开啦！净系山番仔冇家噶。喂，咩事啊？冇事冇事。是呢，你几时返啊？猪仔好挂住你啊。佢而家呢个年纪呢，好需要爸爸妈妈喺身边陪佢成长㗎。我知道，但成长都要用钱㗎。是啊，博文有嚟过。佢嚟做咩啊？你千祈唔好俾佢带走猪仔啊。佢冇，係猪仔打电话俾佢㗎。好彩嗰晚佢过嚟咋，如果唔系啊，我都搞唔掂猪仔啊。
那晚我跟他谈过你，他现在都肯踏实做个助教了，虽然钱不多，不过从头做起都好啊。嗱，工一份，婆一份，生活好简单嘅啫，唔需要搞到关系咁啊。你知啲乜嘢啊？你咩都唔知道你就帮住佢，我知道、你一直都觉得我系衰女，佢先至系最乖最好嘅女婿啊嘛。哎呀，我唔系咁嘅意思啊，我唔想见到你哋冇弯转咋，咪。当为咗个仔咯，嗬？人系会变噶嘛？唉，得啦得啦，我唔想再同你讲落去啊！我有事我自己会处理，你帮我好好咁样凑住猪仔就得噶啦，其他嘅嘢你唔需要理啊！想跟你说、公司决定不再研究人工智能机械人项目，还遣散了整个科研部。这么突然？资金周转不灵咯。不紧要啦，东家没了就找西家咯。剩下半粒米，唉，要买了。博文今天去见创科集团做第二次的 presentation， 不知道行不行呢？大半年来对这间公司安排 second presentation， 唉，一定行的。好，今天煮粥回来了。Daddy Daddy 买了油炸鬼给你吃。哇，好嘢啊！啱晒，我今日煲粥可以送粥，猪仔，等阵先至食啦。你乖啦，你翻下房画埋幅画，听日要交功课噶。乖啦吓，快啲做完功课。爹哋咧今晚陪你睇 Spider-Man。No， 我要睇 Iron Man。OK，Iron Man 就 Iron Man 啦。OK， 翻房。好嘢，佢哋唔 buy 你嘅 idea。他还说我妙想天开，不会扔这么大笔资金落咸水海，所有新的发明都是靠幻想的，之后再不断做研究和实验才做出来的嘛，这叫做妙想天开。难道爱因斯坦发现的光电效应原理是天上的灯泡敲到个头撞到条桥出来的吗？这商业老细是这样的啦，他们的老只会以成本利益为优先考量，不会听得明量子、物理、电波、智能这些科学名词的，冇啲深度嘅，系佢哋系凡夫俗子，你咁聪明，咪就下人哋咯。你有冇谂过将个 presentation 改一改，讲一啲凡夫俗子听得明嘅用词，发明一啲人哋公司同埋市场上需要嘅嘢，咁样会唔会实际啲咧？你系讲你要我放弃人工智能机械人嘅研究？唔系放弃，只不过系暂时摆埋一边。咁呢样嘢敲唔到门。咪用第二样嘢嚟敲咯，到时如果你老板开始欣赏你，听得明你讲嘅嘢，你再搬翻出嚟都唔迟噶。我以为全世界最起码有你明白我，我估唔到连你都。我明啊，我明你啊，我仲唔够明你咩？如果你明白我，就唔会叫我放弃研究人工智能机械人，放弃我毕生嘅梦想。朱博文，梦想系唔可以当饭食噶。呢半年嚟，你冇公开，朱仔又开始上幼稚园，仲有每个月供车供楼，我哋屋企开销好大噶，你知唔知啊？银行啲钱已经所剩无几，就算我哋两个大人唔食，个仔都要食噶，唔系人哋现实，系你要翻嚟现实世界啊！爹哋，如果我唔明你，呢半年我就唔会不断咁样支持你，由得你追求你想要追求嘅嘢，但系每一件事都有佢嘅限期噶。老公，我哋真系要认真咁样谂下，要点样维持呢个家啊？系我冇用，我冇能力赚钱养呢一个家，我负唔起呢个责任。
我唔应该喺呢度。朱慕文，朱慕文，你去边啊？爹哋妈咪。九八八制作，猪仔有只小鬼鬼。猪仔而家读幼稚园，朝头早翻学到晏昼先至放学，而且间幼稚园下昼有托儿服务，所以我想出嚟揾工作。近呢十年银纸贬值，样样都起价。单身都难过，唔好话我哋仲要养个仔，骂死落地下。就算你而家即刻揾到工，都系掹掹紧噶咋。我哋两公婆两份人工，咁样就可以储多啲钱，加翻入我哋嘅储备金，仲有猪仔嘅教育基金。你一早已经谂好晒，仲使乜问我啫？朱石 ，Happy Birthday！ 朱博文，你做乜打人啊？我打埋你都得啊！停手啊！你发咩癫啊？我发癫？朱博文，你记住你今日做咗啲乜嘢？一美，一美，一美啊！你冇嘢嘛？冇事啊！你眼定定望住只戒指，挂住博文啊？唔系，我谂紧猪仔啫嘛。你同博文决定离婚？我谂唔到咩理由原谅佢咯。真系冇得掹啊！一次机会都唔俾佢。你哋做咩啫？而家做错事嗰个系佢啊！做咩讲到好似我铁石心肠咁啊？阿妈系咁，你又系咁。好好好好好，唔好嬲唔好嬲，我唔问啦 ，OK？ Sorry 啊。我知道你好关心我，不过唔好再讲佢啦，好冇？得，咁你俾只手我，又做咩啊？喂，做咩啊？放手啦！OK， 你做咩攞咗我只戒指啊？俾翻我啊！诶，只戒指我帮你保管住先，你要我唔好提啊嘛，你都唔好谂。好。朱 Sir， 咁早执嘢嘅，你要走啦？系啊，约咗个仔咯，一齐食饭。阿小柔，你等阵走嘅时候帮我锁门啊。咁，做咩啊？有事啊？上次你咪同我讲过你嘅人工智能机械人研究嘅。系啊。我同我爹哋提过，佢好有兴趣想了解多啲。你爹哋？嗯，我爹哋系晋新集团董事长罗耀俊。罗耀俊是你爹哋？是啊，他们打算在未来大量推行人工智能化，代替人力的世界。真是？嗯。哇，这个计划比我梦想要做的还更大啊。嗯，我听到爹哋有这样的 idea， 第一时间就想起你了。我想着今晚安排你们一起吃饭见个面。哈？
今晚咁突然啊？哎呀，放心啦，我同佢讲咗，佢 OK 啊。但系我咩都冇准备，而且啲资料，喺屋企。哎呀，唔使啦，又唔系 formal presentation， 一边食饭一边倾 casual 啲，咁仲容易沟通啦。仲有啊，佢好锡我噶，有我喺度，佢唔会难为你。咁啊，好啊，得唔得？嗯。我答应承咗朱四今晚带佢食饭睇戏噶，可唔可以改第二日啊？听晚我得闲咯。吓，听晚爹哋有个波要去喎。咁后晚呢？后日中午爹哋就飞去上海咯。咁啊？哎呀，你个仔又唔晓走嘅，今日食唔到，听日食都得啫。但系我爹哋一年到晚都飞嚟飞去，我想见佢都难啊。今日难得佢翻嚟叫我陪佢食饭，先至有咁嘅机会咋？嗯，咁又系嘅。嗯，机会难得啊，嗬。嗯，好啦。猪仔有只小鬼鬼第四集，导演郑美英，配音黄君贤，朱志强、梁金玉饰演，朱博文、朱广威饰演。林欣薇、许芳齐饰演，梁永勤、罗瑞安饰演，婆婆沈桂常饰演，罗小柔、杨晴婷饰演。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